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ack，欢迎收看 Enterbox。如果常在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就会发现，我从前几部影片开始就换了一张椅子。原本我是一张 IKEA 的某某办公椅，但是坐久了其实腰都蛮酸的。那我就想要换一张人体工学椅，可是钱又不够，那我就换了这张 Dark Flash 的 RC 九百电竞椅。虽然说驼背的当下是很轻松的，但是坐久了其实腰会很酸。凡是如果你能保持挺胸正确的姿势坐着。 坐久了是很舒服的，以我个人的经验，其实挺胸跟自己的意识是比较有关的、啊。但是我觉得椅子还是可以有帮助的，不然有些椅子卖那么贵，岂不是没有道理？那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如果你坐在软软的床上，其实要挺胸还蛮辛苦的；反而是坐在硬地板的话，挺胸比较容易。那本来那张 IKEA 的某某办公椅椅垫其实有点软，支撑力不太够，坐久的话对我腰负担还蛮大的。 身为一个一天坐在电脑前 n 小时的人，我觉得我必须要选一张能坐得舒服的椅子。那最舒服的当然就是按摩椅啦，但是按摩椅真的太大了，我这边没有空间，重点是又太贵，所以还是算了。那再來是人体工学椅，嗯，一样太贵。那电竞椅的话，因此就成了我的选择。其实我个人觉得电竞椅的定位是介在办公椅跟人体工学椅之间吧。要说它是比较帅的人体工学椅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 我现在这把 d a f l a s e 的 RC 九百外观我就觉得蛮好看的，黑橘的配色令人印象深刻。它的椅垫就比我之前坐的那张还要硬，支撑性当然也就更好一些。而且它的椅垫是有形状的，包覆性也更好。在我们看到它扶手的地方，它的扶手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，可以这样子左右转动，调整一个你喜欢的角度。然后按下旁边这个按钮，它就可以前后滑动。如果你想要离桌子近一点，那你就往后滑。 想要离桌子远一点，就往前推。在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按钮，按下去的话，扶手还可以左右的滑动。那外面这个地方拉起来的话，就可以调整整个扶手的高低，可以调的幅度还算蛮大的。底下这里跟一般的椅子一样，一边是高度的调整，然后另一边则是倾斜的锁定。再来看到这边，这里是电竞椅的特色之一，就是椅垫可以超大角度的调整。 如果累了就把它调成平的，玩累了就直接睡觉，没问题的。但在调成大角度之前，我会先把这边锁起来，不然椅子会晃来晃去，很没有安全感。虽然我是没有倒过啊，但不锁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学过物理人都会稍微了解重心的概念吧？RC 九百将整个轮距加大，因此整体会更稳，在躺下来的时候也能更安心。 我自己也使用这张椅子一阵子，先承认外观是我选它的一大原因，再就是价格还可以接受。前阵子虾皮特价还只要六九九零元，那实际做了之后，我觉得它也有符合我的要求。泡棉软硬适中，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撑性，然后椅背也可以调成想要的角度。有时候想要睡个午觉，我就直接把椅子调成平的，睡起来也比趴着舒服很多。再来看看细节，我们由下而上来说，先看到轮子，轮子的造型我很喜欢，滑动也很顺畅。 但是这种多孔的设计意味着容易卡灰尘，而且洞那么小，应该也不太好清理。如果真要清理的话，应该是拆下来用水洗会比较快。在椅子整体的缝线车工还是不错的，非常对称而且平整。硬要挑毛病的话，就是有些线头不小心露了出来，但是瑕不掩瑜啦。扶手的地方是硬泡棉，舒适度还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手头不小心这样敲到的话，也不会整只麻掉。不过它的侧边有一个小直角的凹槽，不太确定原因为何。 但是会积灰尘倒是真的。椅背的地方材质跟椅垫一样，皮革质感摸起来是很舒服的。而背面则是用了一种远看有一点像碳纤维材质的表皮，乍看之下整体又多了一种赛车椅的味道。有蛮多人说电竞椅通常坐起来会很闷热，不过可能是因为最近很冷吧，我自己的感觉是还好，并不会有什么闷热感，坐起来是很舒适的。不过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这张椅子真的是蛮重的。 之前物流寄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光从楼下要把它搬到楼上就快不行了，全程只能用拖的。而且组装的时候，一个人其实也非常的勉强。如果你有两个人一起组装的话，一定会省时很多。里面也附了一个安装的工具，不用再特地去找螺丝起子之类的。当然，假如你有自己习惯的工具，一定会比它随附的好用一些。因为随附的是 L 型的，在锁某些螺丝的时候会卡到旁边。 影响是不大啦，但就是不能一次锁到就对了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这张椅子的高度其实蛮高的。根据官方标示，椅垫离地大约是四十六到五十四公分，有八公分的范围可以做调整。那依我一七九左右的身高，调到最低，我觉得我脚只是刚好碰到地而已。所以有可能是我腿短啦。但是身高一七五以下的人，建议可以先找有展示的店家试坐看看。 不过有一种人例外，就是习惯把脚弯起来，然后缩在椅子上的人，这张椅子就会蛮适合的。第一个是它的高度不会影响，那第二个是这张椅子的椅垫很大，长度官方表示大约五十五公分，我自己实际测量，扣掉被椅背挡掉的范围，大概也还有五十公分左右，就算脚踩在上面都还有空间，而且它左右也很宽，最宽处大约五十六公分，最高能承受一百五十公斤，就算很大之人也装得下。 瘦一点的，搞不好也可以两个人挤同一张椅子。不过当然建议是不要啦，因为这个椅垫的形状有设计过，虽然一个人坐很舒服，但是两个人挤的话，我可以肯定是不舒服的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的工作也是要长期的一直坐着，或者你个人坐久了也会有腰酸背痛的情况的话，那买一张好一点的椅子，我觉得是相当有必要的。毕竟椅子这种东西不容易坏，随便一张也能坐个五到十年吧。然后又是每天都坐。 如果能坐得舒服，然后又减少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后遗症，那多花一点钱，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吧。假如你的预算充足，那你可以买一张高级的人体工学椅；假如你的预算没有那么多，那这把 d a r Flash 的 RC 九百会是蛮高 CP 值的选择，因为它有漂亮的外观，然后舒适的体验，应有尽有的调整功能。有兴趣的人如果想换椅子的话，欢迎考虑看看。最后，喜欢我影片不要忘记订阅 Enterbox。 想要看更多开箱，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频道。那我是 Hack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